关鹏发明菊花战术，用赶猪的方法打鬼子，结果日军落花流水。鬼子进攻苍龙山根据地，苍龙山的新四军根据情报决定兵分两路，一方面让二连和突击连前往鄂湖口伏击鬼子，另一方面让剩下的部队帮助群众进行转移。沈汉杰率领突击连赶到鄂湖口，发现这里地势险要，两侧都是高山，中间是一条峡谷。出于谨慎起见，沈汉杰向同行的二连长提议派人去前面侦查一下，防止部队中了鬼子的埋伏。不料二连长坚持认为他们最快的队伍也落在咱们屁股后面，至少三四个小时才能赶到。张连长说完就带着二连冲了上去，沈汉杰无可奈何，只好跟着二连开始爬山。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就在20分钟前，鬼子的青木连队到达了鄂湖口，并在这里布下了机枪阵地。等到二连和突击连进入鄂湖口，鬼子的实挺机枪突然射出枪林弹雨，沈汉杰带着突击连急忙隐蔽还击。然而鬼子占据地利和先机，二连当场团灭，突击连也损失过半。张连长起身提醒沈汉杰赶紧撤退，瞬间就被鬼子的机枪打成了筛子。沈汉杰虽然不甘心，却也只能带着部队撤离。一时的失败并没有打消沈汉杰进攻的决心，他重整旗鼓，率领严军和突击连夺取了鬼子一处阵地。不料青木还有第二套方案，竟然命令炮兵发射毒气弹，彩色的毒气席卷新四军阵地。沈汉杰根本没有料到鬼子竟会如此无耻，只好带着部队撤出了阵地。虽然沈汉杰提醒很及时，但还是有很多战士中了毒，突击连退回到苍龙山。与此同时，鬼子的先头部队距离苍龙山也仅有40分钟的路程，陈振武急忙让部下救治伤员，并安排群众加快转移速度。所有人都忙作一团，唯独关鹏躺在草地上晒太阳。这时陈振武找来关鹏，给他布置了一项任务，派他率领手下在1个小时内拿下鄂湖口，配合主力部队从后路包抄日军。关鹏听完任务，想好对策，直接同意。但是他向陈司令提出3个要求：第一，要求所有人都配合他的小分队，需要一支部队吸引鬼子注意力，为自己创造上山时机；第二，他要3个人，分别是全军区格斗能力最强的铁塔、全军区最好的机枪手陆柏、全军区最漂亮的女兵沈燕；第三，他要全军区最好的武器，甚至就连陈司令的配枪也被他要去。陈司令二话没说，所有要求一律满足。这下关鹏放心了，有了这些东西，再加上生产连的兵对翻身仗的渴望，这一仗想不赢都难。一切准备完毕，关鹏带着部队来到后山崖下，看着眼前接近90度的绝壁，关鹏想到了擅长轻功的李二猴。二猴为了完成任务，专门给自己造了一套装备，他戴上登山爪，背着绳索开始徒手攀岩。这边鬼子还被蒙在鼓里，因为他们走到半山坪，被陈振武派出的七连伏击了。战斗刚开始，鬼子被打得人仰马翻，七连战士扔出的手榴弹仅气浪就炸死几十个鬼子，日本战马也被炸死了好几匹。但很快日本鬼子就反应过来，他们迅速搭建机枪阵地，开始还击七连的伏击。这下子七连的优势荡然无存，成片的战士被机枪射倒。但为了给关鹏争取时间，七连死守阵地不肯退让一步，鬼子的好几轮进攻都被他们挡下。鬼子万万没想到，新四军把之前缴获的迫击炮用到了这次战斗。虽然鬼子的机枪阵地被迫击炮袭击了，但随着野村不断的投入兵力，七连伤亡越来越大，最后就连弹药都打光了。七连连长带着战士们用血肉铸就长城，为关鹏又多争取了1分钟。而此时的关鹏也不负所托，带着行动小队顺着二猴的绳索爬上了后山悬崖。前面驻防的鬼子根本没想到背后会出现敌人，还在悠闲的聊天。关鹏挥挥手，让众人躲在草里，拔出大刀匕首，悄悄靠近鬼子菊花。一刀下去，鬼子全部被报销。突然，前面巡查的鬼子扭头看过来，发现这边的日本兵已经被新四军斩首，大喊一声敌袭。鬼子的机枪射出子弹，如同飞蝗一般，关鹏的信号枪被打掉。他本想捡回信号枪，不料鬼子的火力太疯狂，关鹏一不做二不休，命令小队手榴弹招呼鬼子。瞬间，鬼子的机枪阵地安静了，关鹏也捡回了信号枪。随着关鹏朝天发射信号弹，潜伏在各地的新四军看到信号，迅速向日军发动总攻。青木得知机枪阵地失守，命令手下发动冲锋。然而此时的关鹏刚得到几十挺机枪，看到鬼子冲来，不禁反喜，开始拿着日军试验火力。一阵突突声过后，第一波冲锋的鬼子被消灭殆尽。虽然青木的嘴里一直喊着压死给给，但剩下的鬼子看到前面的惨样，只恨爹妈生的腿短，就像赶猪一样成群结队跑回了营地。青木气得狗急跳墙，身先士卒钻入
入坦克车，手下拦都拦不住，坦克车转着履带朝机枪阵地冲来，坦克火力凶猛，再加上铁甲披身，机枪都拿他没一点办法。眼看鬼子如此嚣张，关鹏找来炸药包，独自一人从山上冲了下来，一步一丈，三两下跳下悬崖，跑到坦克车面前，利用走位躲过坦克上机枪的扫射，钻到坦克车的底部，拔下炸药包引线，炸药包一声巨响。坦克车的履带被炸断，青木从里面爬了出来，还没等他喊完八嘎，沈汉杰的机枪就瞄准了他，子弹打得青木狼奔着突，在小弟的搀扶下逃之夭夭。众人本以为关鹏牺牲了，不料关鹏引爆炸弹后利用坦克躲过了爆炸冲击波，虽然脸上一片焦黑，但并没有受到重伤。果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，关鹏又重新活蹦乱跳起来。经过这一次战斗，所有人都被关鹏的指挥天赋惊艳到，就连一向和他不对头的沈燕也是佩服不已。苍龙山三霸更是直接跪地上求着认他当大哥。苍龙山这边喜气洋洋，南京城的鬼子却在哭哭唧唧，声称自己无颜面对天皇，当场拔出武士刀想要剖腹自杀。野村夺下短刀让他留着命去找关鹏报仇，不提这边鬼子咬牙切齿，那边关鹏也陷入决斗风波，和他决斗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突击连连长沈汉杰。说起决斗的原因很简单，就因为关鹏拒绝加入突击连，他觉得沈汉杰是间接杀害姐姐的凶手，声称和沈汉杰不共戴天。沈汉杰一时火起，提出决斗的要求，两人各拿一把刺刀，在众人见证下开始对战。沈汉杰三两下不到就把关鹏逼到了绝境，沈燕和突击连纷纷叫好。关鹏说自己很少用刺刀，所以输得不甘心，他要用自己最顺手的武器和沈汉杰再打一场。这一次关鹏拿到大刀，使出关公刀法，仅用三招就把大刀夹在沈汉杰的脖子上。关鹏获胜后没有多说，滴溜着大刀回到生产连养猪班。没过几天，上级让关鹏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队，成员只有五个人，分别是队长关鹏、队员长水、大虎、二猴、三雄。虽然人很少，关鹏却很满足，他以为这支小队的任务是打击鬼子，不料上级仿佛给他开玩笑，下达的第一项任务居然是十天内想办法做出500双鞋子。那是爷们干的活吗？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？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关鹏提出异议，陈振武却让他在做鞋和养猪之间二选一，关鹏只好接下做鞋的任务。但是五个爷们儿在十天内想要做出500双鞋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关鹏一方面让众人买布料分工做鞋，一方面又动起了歪脑筋，这一次他又会想出什么绝招？500双鞋的任务关鹏能否完成？预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